拿这么多快递，你知道这下面是什么吗？照明灯。你知道上面这俩是什么吗？你不，呀，快拿拿。双十一过后啊，我妈买了很多的这些好物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吧，有什么好物吧。来，这两件是成瑜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我妈给我买的。那我先穿这个吧。行，你这个就在礼盒装着，看起来挺大的。我看这个包装呀，感觉这个衣服啊，就感觉很好看。哇，我买了一套啊。你岂止是一套呢？这是买了两套，哦，一个黑色的，一个白色的，然后还有两条裤子。大家猜猜，我会是给谁买呢？哦，是有母女同款的，但是呢，我给你买了一套，然后给姐姐，给我姐姐买一套，怎么样？还有那个圆圆姐姐的，怎么样？这个白色的，哇，它这个面料还挺柔软的呀，它里边还是这种棉的，感觉挺厚实啊，春姐。这个呢，姐姐回家再给你，来给姐姐拆开吧。大家说是黑色好看呢，它是白色好看呢？大家猜猜成哪件是成鱼的？来猜一猜吧。来，再接下一个，这个是个裤子。这个裤子跟这个是一家的，一套的。你看人家这个裤子下边是这种脚的，收口的，挺有那种潮流感的。这种是不用穿袜子，最近不是流行那个袜子往外穿吗？这个跟穿袜子一样，它也是柔润的，里边保暖的。哎，那你试试吧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衣服啊，直接拆下来看看。哇，这个裤子质量也挺好的呀，宝贝。这个是裙子？不是的，羽绒服。哦，哇，这个裤子颜色我们成宇喜欢灰色，可以给你配穿。成宇，这个衣服质量也挺好。大家说知道这个衣服是给谁买的吗？给谁？牛牛。一会儿你都试穿试穿，我们成宇应该也都能穿，因为快过年了，然后我跟我们家小朋友都买了衣服了，就是陆陆续续会分享一些好物。咱们试上吧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灯吧，这个等我组装好了给大家拍吧。这个图是我买的这个大灯泡。哇塞，买这么大啊！要是晚上你跳拉丁舞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到。这个是支架，这个组装好，然后你先去试试衣服吧。第四个支架了，快点试试衣服，我好期待呀。这个穿起来好看吗？而且呢，这个穿起来挺舒服的，虽然我里面什么都没套，而且不扎身子的，挺好看的吧。它的这个裤子，它挺显瘦的。挺显瘦的，这样可以直接穿出去，对，大小可以吧？可以。你再试那个黑色的。妈，我这个穿上也挺好的耶。它这家还有什么颜色？还有粉色、蓝色。你再给我买黑色吧。还有黑色，还有一个什么颜色了？你再给我买黑色吧。再买黑色。对。穿完这个保暖吧。对。我看它这个料子比你之前买的几件都厚实。你再试试那个衣服。妈，它这个羽绒服穿上挺轻薄、挺保暖的。刚给你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你也能穿是吧？你扭过去啊。对。陈宇穿这个怎么样呀？你再把那个裤子给搭上行不行？对，这个衣服穿这个打底裤也挺好。对，陈宇，我觉得你这个浅色的一系列挺好看的。我也穿这个白色的。大家说哪个好看？对，这个羽绒服，这个颜色是挺就是百搭的，你搭配什么颜色都好看。但是我感觉你搭浅色的比较好，扭过去啊。咱别给妞妞了吧，其实挺好看的呀。大家说里边那个打底是黑色好看还是白色好看？要不要给陈宇再买？然后这个羽绒服要不要再给陈宇买一件？哇，你看这个还是轻薄的。对。你看这个都里边都是白鸭绒，挺好的。都留下吧。好，留下全部。咱们回去让他们试试。好的。大家说他们会喜欢吗？反正我是挺喜欢的。我也是。那收拾吧。好。你打鸡。下个星期，拜拜。你看，我妈是不是傻了？她买个真打的吧。我给你弄起来，晚上咱可以开视频用。不是，咱这灯多亮啊，你还弄个这玩意儿？哇，不一样。你跟谁学说话呢？我这里呀。呀，我这组装进，哎，这一个星期我组装两次这个。我还以为啊，这玩意儿是干啥的？你这让我才想起来，拍古装剧的时候，就拍那些电视剧的时候，它后边到黑天时候都会弄个这玩意儿。还有在拍什么情况下用它？想想。还有什么情况下？不记得了吗？大家说说都什么时候用它？我给你组装好，让你看一看啊。阴暗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一会儿再安上这个大灯泡。这样吧，这个大灯泡啊，你给大家看一看，这大灯泡就是往这个里面安的。我还以为这里边的灯泡多大呢，结果这么大。妈，你这是用来夯我的吧？打你的？不可能的，这灯泡一打就碎了。这多大呀？你看，占我半个脸。快点安呐，咱们一会儿试一试啊。
你看我妈这个已经把这个组装好了，咱们再试试啊。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。怎么样？挺大的。好呀，不行，在这边拍，扭过这边，对，仍在这边拍，是不是啊？这样拍能拍亮吧？逗你玩，给我一个吧，谢谢宝贝鸽子。这个行不行？不用谢宝贝妈的。这个是不是挺亮的呀？嗯。哇，这个灯光确实挺亮的。晚上咱可以拍一些视频，然后你跳拉丁的舞的时候这样拍，能拍亮。要不那个画质感不好。嗯，我们给大家说，就我们拍视频啊，全都是原相机拍摄，然后那个什么。加一个滤镜，一般我们都不用那个美颜相机的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所以晚上拍的时候光线一定要清晰，要不拍出那个视频比较模糊。嗯，大家猜猜我们一个月这个多少呢？嗯，我们就是我妈妈，你说妈妈是不是在家专门拍短视频编辑视频，挺费脑子的。一会儿把衣服全换下来，我要给你洗衣服。周六周日的时候洗衣服，干家务。有时候我感觉啊，我周六周日在家的时候我特别烦。嗯，不是我特别烦，是我特别忙。你猜明天谁过来？姥姥。啊，真的啊。啊耶，咱可以跟姥姥一起晚上拍一些视频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。拜拜拜拜。